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。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。访华的有总统夫人、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部长、财政与国家规划部部长。西奇莱马在习近平。